郑英顺、冠秀天、洪文即将过关受验，随即由江南北勇负责指挥。哦，顾先生，冠秀天起来迎接部分，真所已经功过归零，再难压抑。引领萧山，最意外现场，最意外神庙，作品眼前。哇、哦，真是降魔受一虎，只是回魔回修归天。无计归天，天好随便。